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平面上三向量 OA、OB、OC 啊，它三个向量加起来等于零，啊，就是说哈 ，OA 加上 OB 加 OC 哈，等于零的。然后呢，它长度分别是二、三、四。那他问说哈 ，OA 与 OB 的夹角是西塔，那么他问 cos 西塔等于多少？好，这怎么做哈？我把这 OC 移过来 ，OA 啊，加上 OB 呢，这个等于负的 OC 啊。也就是说，你把这个方向呢相反以后哈，这是一个平行四边形。这个的话呢是等于负 c 啊，负 c。好，那、啊、现在呢这个长度是4嘛，那、啊、这个平移过来的长度2，所以呢这个 cos 我可以把它算出来。那因为这平移四边形嘛，所以这两个角加起来180，这个就是等于多少呢？派减掉这个西塔，哦，这两个加起来180，所以我就晓得哈 cos 的哈。这个角度，派减西塔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我用这个余弦定理，2，这个乘以这个，3乘以2，分之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减这个平方，我3平方加上2平方减4平方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上面这是9加4。是3减掉16，所以是负3，上面是负3，那下面是4乘3嘛，所以是4分之负1啊。那我们用换角公式晓得这个哈是等于负的 cos 西塔，啊，所以我就晓得哈 cos 西塔呢等于多少？4分之1啊，所以答案是4分之1。